我们看第二题，他说已知空间中三个平面，这三个平面，恰较一点，如果较一点的话，那根据那个克拉玛法则，这个行列是德塔号，这一定不等于零的。哦 ，A1、A2、A3 哈 ，B1、B2 呢 ？B3、C2、C3 哈，这个不会等于零的。好，那叫一点 A 啦。好，那么他问说哈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好 ，A， 他说如果呢，德塔 x 呢等于零，哦，德塔一啦，德塔一就是德塔 x， 德塔一等于零啦哈。那这样子的话，那么 A 哈，他说是在 SY 平面上。如果这德塔一等于零的话，那代表什么呢？代表 A 点的 x 坐标哈等于什么呢？等于零，代表是零 A 点的坐标是零 y 进的。也就是说哈 ，A 点它是属于的话呢，属于 y 进平面的，所以这是错的。再我们看了 B 的话，他说哈，德塔一如果等于零的话。那么 A 哈，在那个 y 级平面上，这个就对了，这个就对了，哦 ，B 这个是对的。再看 C， 若德塔一等于德塔二等于零啊，德塔一就德塔 x， 德塔二就德塔 y 等于零，那这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那个 y 级哈。SY 都等于零了 ，S 坐标 Y 坐标等于零，代表这 A 哈，S 坐标 Y 坐标都等于零，代表 A 哈，它是什么样的坐标呢？是零零，安静，它是属于的，属于这轴了，属于这轴，在这轴上面，所以 C 的话哈，在 A, Y 轴上是错了。哦，这应该是在这轴上面才对的。再看 D， 如果呢，德塔一等于德塔二等于零，那代表 S Y 等于零嘛？那 A 在这轴上这个对了，哦，所以 D 是对的。哦 ，A 的话呢是在这轴上面。好，再我们看 E， 他说通通等于零。那代表呢，三个坐标哈、通通等于零，代表什么？代表 A 根本就是原点，哦，是原点。好，则如果 A 是原点的话，叫一点原点的话，那么这三个平面都通过原点嘛，所以第一哈就要等于零了，第二也要等于零，第三也要等于零，所以第一、第二、第三都等于零，这个对啊，第一等于第二等于第三，这个对。所以的话，一是对的，而且通通要等于，所以一这个选项是对的。所以答案的话，应该选多少？选 B D 一，答案应该选 B D 一。